3月份开始呢，那国际金价最高涨幅达到了9.3%。那从国内价格来看呢，整个3月份的涨幅，国内上涨了将近50%，涨幅也是达到了10%。那么尤其我们在周四、周五这个节点，尤其周五一天，那国内的价格就涨了将近11到12块钱左右。买了30个小的金条，本来我想买多一点，它有点高一点吧，我到时候看看吧。一般大家都是越涨越买，不知道啊，这个。 可能是大众的一个普遍心理吧，觉得它涨得多，可能会一直涨，然后就会越来越买。现在黄金价格每天一个价，我是比较稳健的这种投资的这种心态。大概买了1个月的时间，当初买的时候是481，总共32颗，合计是14670多，1101元，涨势非常大。